礼拜天的一大早，赶快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如何呢？一大早起来，有没有觉得说哇，已经蛮热的喽？确实，现在目前气温各地，像台北已经来到了29度，其他也是介于27到28度。在昨天特别一提的是，台北测站在昨天又飙上了37度，虽然没有突破在今年的最高温，不过还是很热。而且37度代表什么呢？这体感温度也是冲到了40度，这么高。在今天一样是相同的情形，全台各地都是非常高温。晴朗的好天气，尤其要特别注意两个地方，北半部呢，还有像是东南部，就是台东的地区，可能还是会有焚风的产生。在今天呢，台北测站又会来到了是36度以上，这体感温度呢，根据气象局预估，有可能会突破到41度，全台高温大概也是介于在这个34到36度之间，比昨天略微提高一度。刚刚讲到整个天气的状况会维持多久呢？像今天开始，昨天起就开始已经非常晴朗的好天气，而且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缩小了许多，这样的好天气会一路维持到了礼拜一，都是这样晴朗炎热高温的好天气。不过礼拜二开始就要特别注意了，礼拜二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在中南部地区呢，不管是山区或是平地，通通都会转成整天有短暂阵雨的状况，这样的下雨的天气状况会一路到了礼拜五才会又调回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最近会这么热，当然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在日本的台风动态。是诺姆台风，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它目前在昨天一整天，它通通都是在这琉球群岛打转，而且是滞留在这边。为什么会停留在这边呢？其实就是因为原本啊，这诺鲁它预测有两种，一种是往韩国，一种是往日本走。那它停留在这边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准备要转弯了。现在整个路径很明确，就是要往日本去了。在今天晚间呢，诺鲁台风就会开始启动，而且会加速转弯朝向了日本。今天晚间可能就会在南九州的地方登陆，而且不排除它一路会从由南扫到北，最远连北海道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也因此呢，在今天呢，台湾的部分当然是注意高温炎热的问题，而且还要多补充水分了。不过往日本走的话呢，旅客就要特别注意，在今天晚间开始就会有台风的影响。以上这些气象资讯提供给您。